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，同埋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脑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奇阴奇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，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好啦，咁啊，第四节嘅奇异档案啦，嗱，咁啊，依然系直播啦。今日咧都系有我哋嘉宾女主持咧系希莉嘅。今日嘅嘉宾系 Dixon， 系啦。咁今日嘅主持都系我啦，吓潘发光。系啊，咁咧就喂有冇 like 啊？有冇 like 到啊？睇先。有噶。有噶。听话嘅。系啊，咁啊 like 埋巴拉台喎，记住 Facebook 啊，同埋呢个 YouTube 嘅频道喎，即系而家嘅喺 YouTube 睇紧嘅奇多案啦，或者 like， 因为咧成日 Facebook 咧系咁 like 咧。YouTube 都冇人 like 嘅，知唔知啊？因為喺現場，所以嗱臨咁多少少啦，嚇啊！咁另外咧就呢啲咩啊？你可以自己睇嘅，我未了解啊。啊，咁咧即係講翻啦，講翻頭先我哋第三節嘅續翻落嚟啦，係嘛？咁就係、是、好似講到係一種阿希尼。好像是去了不知道哪裡廁所，大約不知道哪個空間。剛才潘師傅說了一件事我覺得很好，就是他說類似是西貢結界，是啊，就是好像你入了那個地方被他迷住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他就是說他西貢結界，他說他走到去哪裡，我看報道而已，新聞報道有說，那個人有說，他說他走到哪裡，他還懂得問人借火吃煙，他又懂得問路，他見到那些人，有些人有的。啊，或者佢即系嘅誒，仲借火添，佢真系點到火嘅喎，真系食煙嘅喎。但實際上有冇呢啲人咧？唔知。而家唔知，而家佢都唔知點解會喺嗰度，又走唔到噶嘛。後來咁點出翻嚟？啊，好多日啦，唔知幾多日啊。即係呢件事件咧，就好似你嗰、那個，佢依然洗到手嘅喎，依然去廁所嘅喎。啊，但係究竟佢係咪喺六樓咧？咦，那個人是不是在西貢，是不是在一個位置呢？那些水在什麼山間那個位置，那裡我看那個報道是這樣，那個位置是不是真的他認知，現在看到那個位置是這樣，他看到眼看到其實他去了哪裡呢？其實他在鬧市裡跟人借火的，可以我跟他說他看到的景象是不一樣，可以這樣說，你可以去了五樓或者七樓的廁所，但是你還以為現在在生處在六樓的，可以的，就是這樣咯。這個我覺得有很多這些這樣的經歷的，譬如說最多人說的由小到大我都聽的，就算我做師傅都有很多求助者都會有說的，上落樓梯唔見咗間屋，自己間屋都唔見埋嘅。我揾唔到門口。係啦，揾唔到門口啊，或者係上落樓梯，佢樓梯有幾間屋啊？當佢五樓，佢六樓 lift 出落翻一層係嘅啦，因為搭單數雙數問題。咁行落去又冇，咁再行落去又唔係，咁又行翻上去又唔係，咁嗰個又行上去睇下又唔係，咁佢少咗一層喎、啊。咁我哋少一層，其實喺真實。在真實呢、這個我哋嗰、那個即係真實社會裏邊咧，即係我哋實體呢啲嘢咧，係根本唔容許變化咗冇咗嘅。
系咪啊？咁啊冇可能嘅事。其实咧系出现咩问题啊？出现你嘅眼问题咯。嗯，即系类似鬼暗眼嘅啦。系啦，系啦，出现你眼问题，所以叫鬼暗眼啦。系啦，其实咧好多时咧都系。不是人家讲的粗俗一点嘛，吓鬼呢不是你吓鬼，是鬼吓你的。长期都是鬼吓，不是吓鬼的，是调转读。因为鬼呢是很喜欢吓你的。不是的，如果假如有一天我真的做了鬼之后，我都会试一下吓人，看看做不做到啊。是啊，那是啊，做到的，他就会想试一下能力啊，想读一下他啊，这样。或者会的，你想尤其是讲灵异嘢啊。我想你嘢咁啊，试下你啊。但是你讲起这个呢，有一个是听朋友，因为我朋友其实之前就是做一些导游。嗯。导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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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唔係導遊，導遊。咁佢做導遊嘅時候咧，咁啊經常要出差嘅。咁佢就話呢個故事發生喺台灣。嗯，好啦，去到台灣咧，佢嗰一次嘅經歷就係同個同房，佢個同房就係一個當地嘅嗰啲叫咩導遊，仲有另一個叫係啦，啊係，係啦，領隊，係啦，領隊。咁呢一個嘅領隊咧睇到嘢嘅，嗯，佢唔係第一次合作噶啦，合作過幾次嘅，嗯。而我呢個朋友咧，佢都睇到嘢。嗯，哇，咁啊好得意咯，兩個睇到嘢啦，係咪？兩個都唔會同對方講睇到嘢。哦，即係大家知啫。O K， 心裡面知道啦。知啦。咁啊入咗間房，嗱呢間房嘅佈局咧，唔係什麼大房嚟嘅。嗯，一個就坐喺個書台睇緊書，係啊，另一個咧就瞓咗喺張牀度篤緊佢嘅電話。嗯，咁啊，我朋友就係瞓低篤電話嗰個。嗯，另外嗰個咧就坐咗喺度睇書。呢个时候咧，佢喺度睇得都读，睄到佢嘅左手边喺睇紧书嘅嗰个人嘅后面咧，有两个人行出嚟，喺只窗度行出嚟，即系行喺窗下嚟嘅啫。系啊，行入嚟，行入嚟嘅时候，一个爸爸，一个小朋友。啊，即系好明显睇到系吓，好实体嘅。嗯，佢形容俾我听，灰灰暗暗嘅啫，好实体。行喺佢床头行过，冇可能嘅事啦。系啦，咁啊佢睄啦，咁啊读读读，佢心谂。是有嘢噶啦，系嗰啲嘢啦，咁样系嗰啲嘢见惯噶啦。系，跟住揿揿揿嘅时候，佢查到个小朋友甩咧爸爸只手，爸爸停咗，甩啦。个小朋友开始慢慢行，跟住行嘅时候转身就同爸爸噏咗几句说话，因为唔系佢识嘅文嚟嘅。嗯，听到嘅，即系听到嘅，听到嘅，听到讲，听到现咩声啊？识埋啦，系啦。然之后咧，爬咗上床。爬上床，扮打机啊！继续揿啦，啊！个小朋友嘭一声瞓低，就控喺佢个面同埋佢嗰个电话嘅中间，系望住佢，望住佢，啊！瞓低望住佢，点解要咁做啊？好难扮系扮得噶喎。咁佢就定咗啦，笃唔笃落块面度啊？继续望啦，笃落只眼。佢唔想扮，佢唔想俾佢知佢睇。但系佢笃落嘴度，佢咬住咧，点办啊？佢笃下，佢停咗啦。咁佢嘅心震啦，震啦。跟住佢个小朋友硬气跑翻落去，跟住同爸爸啱完，两个行去门口方向走咗，哇！穿咗过去走咗，哇！佢即刻深呼吸一下，掉低个电话就跑埋去就望问下嗰个人，你见唔见到？我见到，佢又扮睇书啊！佢话佢从镜嘅反应已经见到成件事嘅经过，系咁佢见死不救，系啦，佢就问。讲咩啊？但系佢哋，我冇个小朋友问爸爸：你估佢睇唔睇到我咧？咁样？点解嗰个人识翻译咧？佢听得明，佢当地啊嘛，佢当地。O K， 我呢个当地嘅，佢只系当地嘅灵体嚟噶。佢系类似讲啲台语定唔知点样。即系佢唔系鬼食埋，佢都讲啲语言佢。系啦，即系成日听一堆嘢。咁但系佢唔好识听乜嘢，咁、哎、后屘嗰个人就解释俾佢听，哦系啊，第一句就系问爸爸你估佢睇唔睇到我咧咁，咁第二句佢翻嚟讲嘅就系话，嗯，佢原来睇到，啊，即系佢个小朋友知佢睇到啦，系啊，因为佢嘅反应已经话俾佢听，我睇到嘅咁样。啊，系啦，跟住佢哋就行。诶，咁啊算啊，哎呀，都再算啫，我都嗰度算咋。如果唔系佢讲唔到俾我听，佢只话睇唔到佢，直情怼近啲块面度咁点啊，再怼近啲点啊，好在啫，面咁点啊，睇到我咁啊，哇吓，近噶喎，其实你揸电话睇个距离，好近啦，仲摄个头咁样咯，咁佢瞓落嚟，成个头喺度，系啊，好近喎，笃唔笃落去咧？
但因为首先佢自己本身佢睇惯咗，佢知嘢做咗咁耐，佢知。只不过呢个系真系超近，超近。佢平时见都系见嘅啫嘛，唔会埋嚟噶嘛。真系超近。但呢个系埋嚟试佢噶嘛。系啊。嗱，即系话灵界都有好多种，性格有好多种，真系会试你噶，真系系嘛。所以咧就小心啲啊 ，Hilly。我前兩個零禮嘅過嚟兩個禮拜啦，我做青衣戲棚嘛，小插曲嚟嘅咁。咁事完咧，因為我每年做青衣戲棚咧，我都發現咗一個現象嘅，因為普遍嗰啲人買嗰啲大香咧，其實佢哋真係放拜神，同埋入邊係冇嗰啲即孤魂嗰啲位摩擦香。咁其實所有喺嗰度嘅遊魂野鬼都係冇得食香火嘅。咁我每一日開檔嘅時候，我都會做一樣嘢，就係我喺我自己個檔後邊，咁我即係見到你咁慘啦，你唔好偷人哋攞個柱香去個神壇，你就吸兩啖咁樣噶。咁我咪自己後邊整個爐仔，咪自己裝啦咁啊。咁啊，我你哋整就吸兩啖啲煙。好慘嘅啫！你見到佢哋好似冇飯食，見到人哋點準備點香行入去嗰個壇度，佢哋又唔會入去咯喎。咁佢就喺度好似偷兩啖嘢食咁樣嘅啫喎。咁不如咁樣啦，我整個爐仔咪裝香咯。咁我話總之你哋嚟呢度食啦嚇。我哋最嬲尾嗰日我就俾個回香經你哋去聽啦咁樣。咁一其實我擺戲棚嗰幾日都好大雨，但係好奇怪嘅，成個場落雨啦，啲人會走啊。成個場啲檔冇生意噶，喺得我哋嗰度有噶。啲係落到紅雨咧，係啊咁大雨係啦。啲人喺擔遮企喺度都買嘅，係啊。咁我哋都已經覺得好奇怪噶，即係我哋諗正常人都唔會啦，係咪？跟住之後有一日咧就。晏昼就红雨，咁就冇乜客嘅，咁我就见阴天冇嘢做，整埋无谓嘢装埋香先啦，咁样，咁我装完香，咁通常咧，我哋一装喺后边装香咧，大家就算见唔见到鬼嘅人都知嘅，好似开咗冷气咁样，咁啊系好冻好寒，咁我哋冇理啦，咁啊装完香，咁我哋喺度打机啦，几个人打下，跟住之后咧，咁其中一个男仔朋友佢话，哇！好冻喎，佢我起晒鸡皮，好辛苦喎，咁样。跟住我话，我装完香系咁噶啦。佢唔系啊，佢冻得好紧要啊，咁样。因为咧，嗰个男仔譬如佢坐喺度，我系坐呢度嘅，咁另外两个人就坐嗰边，好似打麻雀咁样我哋。咁跟住我话，我系咁噶啦。咁我一拧转咧，跟住咧，因为我拧转其实同个男仔好近噶嘛。我就见到有个肥仔咧，个头咧系咁样贴住咗佢，即系好似咁样贴住咗佢睇佢打机咁样。跟住我系俾佢吓到，我即刻弹起身。哦，冻系正常嘅。跟住做咩事啊？我冇事。我你行出嚟啊，行出嚟啊咁。但系我知道，即系控埋佢嗰个人系冇恶意。睇打机啫，系啦，系冇恶意嘅。但我嗰下冇谂过，一拧过去见到佢系咁嘅情况啫。系啊，寒晒。我都俾佢吓亲啦嗰下。佢有讲自己个名嘅嗰个，有啊，有同你交代下，喂，佢话我叫咩名啊？咁样系啊，肥仔咯就系嗱，但系嗱，头先你讲呢个即系佢会控埋你啦。头先我亦都讲过学校嘛，嗱，我哋仲有少少时间讲多一个，好啊，好啊，就系关于又系睇到嘅一个朋友。咁呢个嘅朋友咧，佢系做一啲学校嘅 tour， 系小学 tour。咁佢去到间学校咧，就话问小朋友问题咧，我玩完一轮之后问小朋友问题啦，有冇边个小朋友想答啊？咁样头几 round 咧都踊跃嘅，拥下咧有啲小朋友就唔举手啦，唯独是有一个小朋友举手，佢话你答啦，咁样你咁开心踊跃，跟住全部人都你眼望我眼啦，系咪我啊？系咪我啊？唔系，咧你唔系啊？诶戴眼镜后面就系孖边嗰个，跟住大家望我边个就系孖边咧。跟住佢望到嗰个小朋友，那个小朋友就望住佢。哦，你睇到我噶？吓？咁即系佢见到嗰个唔系人嚟嘅，唔系人嚟啊！佢而系见到嗰个小朋友系灵体嚟，但系佢好实在，好实在啊！因为佢又系想参与啊。即系佢喺嗰个世界，佢只系想参与，大家话咩啊？哇，热烘烘嘅咁样。但系佢一问问题嘅时候，指住嗰个就系佢咯。其他同学仔咁点算啊？佢咪即刻扮咯，即系佢听到呢句说话，佢已经知道，咦，
冇咗喎，唔系喎，就指隔篱嗰个咯。哦，唔系睇错咗，系剪头发嗰个，即系兜啦。即刻就其他人答啦，跟住掩样再翻转头已经冇咗啦。嗯，系啊，因为好真实噶嘛，可以去到。系啊，哇！即系咪前我都问话，如果真系睇到嘅话，会有几真实咧？即系其实佢可能只系灰灰暗暗啲，系啊，但系其实佢系好实在，好实在，可以成个一样样都得噶。我就喺开咪前咧，我先同佢讲我细个咧。我对面屋系好熟嘅，因为个小朋友同我差唔多大，成一齐玩噶嘛。咁、我就同我夜晚，咁我见到人哋对面嗰个细路仔个嫲咧，就喺度企喺个门口度，即系着嗰啲婆仔衫咧，少少吊脚裤啊，嗰啲恤衫仔。跟住我仲同我妈讲：，我点解黄老太企喺个门口唔翻屋企食饭啊？咁啊，咁我妈话：，诶，唔好理啦，咁样唔好理人哋啦，咪走去闩门。咁我一路都以为啊，黄老太都唔翻屋企嘅咧，咁样。咁后屘我先知，原来黄老太系过咗身。咁但系我妈其实嗰下佢已经阿妈知咯，系。咁佢就话冇嘢嘅，唔好理人哋啦。咁就闩咗个门。阿妈断定我女啊冇睇，肯定系睇到嘢噶咯。佢系知嘅，但系我妈成日都话冇呢啲嘅，边有啊睇错啦，听错。如果个女唔系吹水嘅，因为个女真系睇到黄老太喺度。系啊，好实在。肯定个妈都，但系你即系细个，你会觉得好奇怪，咁你唔会成日企喺个门口度又唔翻屋企噶嘛？系，仲要嗰对脚咧，佢唔系对住自己屋企个门口啊，因为我同嗰间屋系打对面啊嘛，佢个脚尖系对住我屋企门口，好似想入嚟又唔系，佢系企喺自己个门口，但系个脚尖系向我呢边，即系冻喺度。系啦，咁你唔会咁奇怪噶嘛？即系你翻屋企，你唔会背住自己间屋噶，向住人哋间屋，系啊，唔会咁怪噶嘛。佢想话你系咪睇到？我啊咁咯，我都想搵啲嘢搞啊，搵啲食啊咁样，咁样啊。我通常阿妈都唔会认嘅，即系睇到都唔会话你听嘅。冇啲嘢嘅。我细个见到我爷翻嚟屋企咧，我爷过咗身。我嗰时好细个嘅啫，咁屋企得我家姐就走鬼咗去冲凉。咁我见到阿爷翻入屋喎。但我又即系我又冇留意佢系开门入嚟啊定咩，我冇完全冇留意，净系知道诶阿爷喺 sofa 喎咁样。咁我仲嗰阵时细个甩牙咧，我就走去个。台嗰度攞嗰只牙仔，我阿爷啊，你睇下我甩咗只牙咁样嘅。但我其实我系知阿爷系过咗身，只不过我觉得阿爷咯冇嘢啊，冇嘢啊嘛喺度啦吓。我就攞只牙仔，我话阿爷，我你睇下我只牙甩咗啊，即系讲呢啲无谓嘢啦。咁我家姐就听到有声，就话你同边个讲嘢啊？边个喺度啊？咁样。我阿爷翻嚟咯。跟住之后我家姐静咗啦，好快地冲完凉啦，即刻冲出嚟啦。你头先同边个讲嘢？我阿爷咯，跟住阿爷喺边啊？我而家唔喺度啦，头先喺度啊。跟住佢喺度做咩？佢唔知啊，佢叫翻嚟坐，我咪攞只牙仔俾佢睇咯。睇完跟住你问完，我翻转头我已经唔见咗佢啦。跟住但系我家姐咧系块面青晒，青晒即刻打电话俾我妈，即刻打电话俾我妈。你几时翻嚟啊？咁咯。即系叫漫画嗰啲小丸子都加几间嘢嗰啲，有嗰啲。所以见到嘅人咧。是有佢难言之隐嘅，我哋觉得系佢又唔知讲唔讲啦，讲身边又未必直接受到啦，啲人系啊，一定要从 channel 咧，嗰啲人咧佢就觉得好啱倾嘅咁样啦，又当然啦，首先要相信佢先啦，如果唔相信佢嘅就讲唔落去嘅，系嘛，系啦，咁啊，灵异节目一样啦，咁啊，你相信先好睇嘅，如果唔系你唔觉得好睇嘅 ，OK， 咁啊，好快咧就节目时间咧又完啦，系嘛，咁啊，下个星期唔见咁啊，多谢啊。Thank you. 好啦，咁我哋星期五见啦，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